所有权。红队的五八二三，再放置第二个能量块。他们的蓝队七幺四六，蓝队的七幺四六正在夹着能量块。他们的红队，红队的六三五四，在投送能量块。五四五幺也在投送能量块。看我们的蓝队的六九八六，在拿着一个能量块，准备放置高处，看到能不能把所有权争回来。这边的蓝队的六四九四拿到了一个能量块，红队的五八二三在争夺对方的所有权。好，六九八六，可惜了，没有放成功。他们这边的蓝队的七幺四六，七幺四六放置了一个能量块。他们这边的红队，红队的五四五三和五八二三，他们两个在争夺能量块。看一下这边的红队的五四五幺和五八二三。看这边蓝队的六四九四放置了一个能量块，蓝队的六九八六再争取第二个能量块。最后的三十秒，看最后三十秒各队的表现。哇哦，五八三可惜了，没有放置成功。这边的红队的六三五四，六三五四再投送能量块，成功的投送。再看这边的六四九四没有放置成功。最后的五秒钟，看各队的表现。五四三二一，比赛结束。来看一下本场比赛的比分。